怯懦害怕是任何人理所当然的权利，这是人性，这是人的本能。人有一种反射性的自保机制，就是看见有危险就逃跑，这是人类活下来延续下来的一个条件。如果人没有这种机制的话，人类就消失了。不要因为自己害怕而自责，但是我们可以做我们能做的没那么害怕的事情。这个时代英雄很少，特别是那些站出来的人，他们特别值得我们保护、爱护、赞扬，表达我们的支持。站出来的人，我们特别支持他，特别爱护他。我们都是普通人，我们都不是英雄，我们都会害怕，不必自责。